现在的剧情就是我要去出发去非洲的坦桑尼亚。我们前面5天会去塞伦盖提，然后后面有8天是爬非洲最高峰，也是世界7顶峰之一的吉力马扎罗，海拔5895，这应该创下我人生爬山最高纪录。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决定把大背包拿出来，我多带一箱。等于，因为还好我们行李是2件23公斤，所以可以做这件事情。太可怕了！极地专用 ，Holder 的发热衣，还有发热裤，超厚手套，瑞士维氏很棒的收纳袋，然后防水袋，阿鸟的冲锋衣还是要带的。背包界的劳斯莱斯 ，Gully Gully， 阿鸟 Gore-Tex， 薄的手套还是准备 ，Black Diamond 超棒。好，干活。箱子很棒，那我觉得他来放东西应该就刚刚好，因为我多带一个大后背包，我就不用带那么多的。那现在要把东西再移过来，天哪，打包行李它是方便的，那这个中层还是要再多带的，因为我怕我们的伙伴有人要是少带，以我的行李箱能放的状态下面，还是多放一点，100、500一定要带，长焦的，一颗鱼眼，百维啊，百维是我的基本配备，但一颗闪灯就好，因为我们晚上拍摄动物的机会可能比较少一点，顶闪。空拍机电池，大家别忘了电池，我们都是要随身携带。1860，我每一趟出门都会带的瑞士刀，最新2024年的瑞士刀，非常的漂亮。一个是正常的我们百用瑞士刀，还有一个是我最需要的修剪指甲组，它还有磨指甲的，很棒哦。那再来就是要把行李箱那边后续再继续塞到好，塞到满。好了，我们另外两个老团员来了啊。活力充沛的疯狂阿元跟我们的女神，其实照理说是4个人啊，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还在车上，最近的最慢，我们的雪阳大大，我真的快受够了，好吧，反正我们俩就先挂了，好不？行李会从台湾到泰国，再到伊索比亚的阿迪斯阿贝巴，最后到坦桑尼亚的吉力马扎罗。Yeah. 爬遍高山的雪阳大大没有迟到啊，慢慢来。没有很迟啦，没有很迟啦，赶最后一秒啦，还蛮棒的。看看，这是鸡，哇，很丰盛哎，还有个蛋糕，还有个，哇，那我要开吃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泰国苏旺纳普的机场，哇，好嗨哦。我上次来这边是几年前的，2019，15吧。我对2015，对2015，天哪，我9年前呢。啊，这机场神大，伊索比亚在这边，可以的。伊索比亚 ，Zone One 第一区。哇哦，终于又来到泰国的素旺纳普机场。上一趟是2015年从这里转机到马达加斯加。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我们要转机两次，先飞到伊索比亚，再从伊索比亚转到坦桑尼亚。我觉得这趟让我非常期待哦，走吧。经过漫长的8.5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位于非洲的伊索比亚国际机场。那这边的这个机场叫做阿迪斯阿贝巴。我们现在到的时间大概是6点多，那下一班我们要从阿迪斯阿贝巴这边转到吉力马扎罗坦桑尼亚的国际机场是10点多的飞机，所以我们的时间基本上是够的。第二次的安检完，终于来到阿迪斯阿贝巴的国际机场，一个漂亮的地方，这边刚好太阳刚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海拔3000多的高山在那边，哇，很漂亮。各位千万不要忘了，出国第一个重点就是看这个告示板来确认我们航班资讯，几点，在哪边，在哪个登机口。那你一定要赶快确认好，像这样，吉力马扎罗有没有10点35分？我们在 A10，好，这样懂了哦。看好这个资讯，你才能开始轻松的到处跑、到处玩，还有本送、啊。如果有广播，你要仔细听，就是我们的登机口从 A10改到 C6。你知道那个有多远吗？因为上一趟来我就知道，所以你看现在我前面这一群人全部都是要一起转移登机口的，所以你一定要记好，不然你可能会在那边空等。尤其是外语能力不好的朋友，像我外语能力不好，但是我一直听到吉力马扎罗，然后听到旁边有人讲要 change， 我就赶快去问，所以问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如此。
我们要换登机口，要赶快走。这真的太可怕，如果你没跟上，有可能飞机跑光了，然后我们就一个头三个大了。天哪，我的屁股痛死了！终于来到吉利马扎罗，想不到这里的机场海关人超好，还跟我们一起拉赛，太棒了！兄弟 ，Hello，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就后面红色，这是我们要办 SIM 卡。So we need a SIM 卡 good？ Yeah, yeah. OK。所以刚才在机场我先报了平安，现在来办了 SIM 卡，我们就可以一路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那也让家人知道你在哪里，万一有事情才能马上处理，一定要记好。5G 10块 ,8G 15。现在我选的是最下面这个 42G 50块美金。一定要用到爆，每天都要网路。不然我怎么跟家人回报我是安全的，对不对？对不对？不太对。我决定了，我要25的。好，因为每次日本10天 8G 都用不完。好，那我3倍。好，安利嘞。50。很好。Very big. Wow. I like. Wow. 看看。这才是男人的车 ,for men, OK?哇，帅，爽！这开起来应该很爽啊！这边有第二句话了，各位跑非洲这是标配啊！耶，终于坐上越野之王 Land Cruiser 要前往大草原了。之前曾有朋友跟我讲过，阿姐不要急着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因为那个震撼的场面会让你再也不想去其他的地方拍照。在这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动物，天哪，这太让人期待了吧！我们终于到了我们住的饭店，在这间饭店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它前面是铁门有关起来，然后在这边整个是做一个好的管理，然后这是我们 Safari 的车子，看看这种氛围就对了，整个这样状态还不错，而且很有非洲风格，它门口的这种非洲像。现在是我们的盖德在跟我们讲解吗？他是我们的总盖德吗？对对对，是他算他的负责人。哦，懂了懂了。所以我们现在他是 Tony 的负责人。对对对，来跟我们讲解我们整个 Safari 的状态。嗯。Yeah。哦。看起来这住宿相当不错。这是我们来到坦桑尼亚的第一餐，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吃饱喝足，明天拿起相机跟他拼了。这就要喝这个酒，吉利马扎罗啊！干杯！其实真的很嗨啊，来这边这种气氛超好，我要准备小费给他了，这太嗨了。我们现在已经要退房，行李往下搬。OK。我们上车塞行李也是一个工程啊，但是要塞好，这样大家才好坐。所以你看这个车多能塞。当然，我希望我们的行李最后不要上屋顶，因为上屋顶是一件很烦的事情。你上了屋顶以后，很多银压啦，就是灰尘啊，然后可能猴子上来大便啊，你就一团乱啊，很烦。看看我们的男人们这么努力的，对不对？在塞包包。Oh, Tony, I want to buy this. I want to buy this. You want it? Yeah, this is good gift. Yeah, give me friend. 这个是这边防这个彩彩赢的彩彩 fly， 为什么？因为那个要是来的话，你要用这个去挡。好嗨哦！刚刚我们的司机兼向导 Tony 说，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曼雅拉湖，沿途大概会将近两个钟头的车程。那他说，那整个区域比较有名的野生动物就是我们的非洲象跟长颈鹿。我想这个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动物园看到的动物，终于要在它真正栖息的环境看到，但那是少年啦。
在路边稍微停留，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剧情。这看起来像栗子哎，那个洞，那个洞有蚂蚁的洞，蚂蚁的洞。它就是分泌的化学物质让它肿大嘛。哦，恶魔的脚，恶魔的脚。哦，看看看，会有蚂蚁冲出来。有有有，有有有，蚂蚁开始，有这边有这边有黑色这个有。对对对，有有哦，好嗨哦。Nobody eat this。No。没有人吃这个，但是哦，吃它的嫩芽了。嫩芽好吃吗？哦。他终于把车子屋顶打开了。哒噔。这边整个景色是非常漂亮，尤其你站到屋顶上面的，我可以在屋顶移动，好嗨了，越站越高，好嗨，这是一个很舒服的样子。我的咖啡倒了，倒了，那你，现在这边有一大群，这应该是佩佩吧？对，他们的脸是佩佩的，全面全部都是。姜汁汽水啊，赞啊！这味道有够 rich 的，哦，赞！这边就是一个我们用餐的地方，可以看到各国的朋友，法国人比较多一点。那其实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很棒的湖泊的景色，那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比如说野牛头，很漂亮的样子，哇！哇，我们三明治 sandwich and the juice and 哇，这个 Kilimanjaro 的这个 yogurt。你好。嗯，这边也很喜欢跟我们唠两句中文。对，现在我们要转移阵地啊。来，下一个点我们会去湖边，听说湖边有河马在等我们。对，我觉得这河马这件事情还蛮厉害的。它可以说是湖马，在非洲水边的霸主之一啊。停在中间一个休息的点，最主要是因为这边有很多很棒的艺品，造型很帅的油猪，其实我自己很想买，就看着就想买，好不好？然后这边很棒的非洲的一些图腾，这真的有花时间在做。然后那边有很多很漂亮的，有蜻蜓，有他们的 dragon fly， 然后这边的这个像我们在飞马达加斯加看到那个鸡啊，很美，火鹤。哇哦，超帅！我倒啊，我先来坐啊，这实在太好胜了，这逛下去都不行了，真的。太厉害了吧！这路边发现的艺术中心根本就是博物馆啊！非洲有上百个种族，每个种族有不同的图腾，在这边可以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艺术品。来逛一圈，我觉得不够，我在这边已经逛了三圈了，还想再逛下去。好美，